刚才也提到了，目前我们乘组是执行任务乘组当中平均年龄最大的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年龄虽然最大，但是我们的飞行本领依然保持在青春状态。近些年，我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顽强拼搏，经过扎实艰苦的地面训练，我们的心理更加稳定，我们的配合也更加默契。在这里啊，我想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，我们乘组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都喜欢毛笔书法，所以我们在训练之余啊，经常在一起练练字，交流一下体会感受，所以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，我们的毛笔书法也有了一定的进步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大力配合下，我们一定能够行稳致远，圆满完成好这次神舟15载人飞行任务。